新赛季盲盒开抽了。我的妈妈，不是吧，十连第一抽出彩啊，妈妈我出息了。今天感觉是改运的节奏。月眠睡衣还行吧，连带出了一个动作。我的天啊呀啊！三十抽内出两个彩色，虽然是配饰，但是对小呆瓜来说已经非常欧洲了。第四十抽出来了，海藻偷偷，我要来偷走你的噩梦。还不错，五十抽保底一个紫皮。全端盲盒的我表示，谁先出来没关系的。常看我影片的瓜子们一定知道，小呆瓜抽任何抽奖都非常非洲，不是保底就是保底还是保底，所以这次也真的没有再期待什么，只要刚毅别让我保底就好了。呜呜呜，我们来看看几抽出至真。这是第七十抽，怎么又是你月眠睡衣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好痛好痛，好刺眼的蓝光，我不会因此放弃的。出来吧咩咩，假日网兜没关系的，刚毅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对吧。哇哈哈哈哈哈，我就知道你也是爱我的。超可爱的咩咩出来了，看来又要搬家了。还有一个表情，再来继续，又是紫色，我以为是隐藏呢，白开心了。紫光出蓝皮是最杀人诛心的，又是紫光，刚毅你是懂欺负人的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这不会是揍人一拳，再给糖吃的意思吧？我的软软呀！星光闪闪，噩梦不散。那么，瓜子们知道我这是第几抽出来的吗？我们必须继续抽，隐藏还在等住我们呢。剩下隐藏了，不要保底就好。如果说保底两百抽，至少让我一百九十抽抽完行吗？这是让我回去做梦的意思吗？我睡衣很多了，先不用再来了。我谢谢你窝刚毅，一个长长的完美假期开始了。看到这里的瓜子们知道我究竟是几抽出整套的吗？刚毅怕我睡衣不够，又给了我一件，真贴心。最多只要八个闪耀币，就能获得的布偶施雷格。来猜猜我究竟需要花多少闪耀币？第一抽开始两步，很好很好，拿到了两个闪耀币。再来，什么？什么？啊？小呆瓜居然两个闪耀币就出了雷格，真的好可爱啊。
花子们是花了几个闪耀币抽出雷格的呢？第一次欧洲了，有点受惊。我爱蛋仔派对。想继续看更多有关蛋仔的搞笑片段、逗趣实战画面，又或是想要抢先看到蛋仔的第一消息、参加任何抽奖活动，记得关注我哟，也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有时候会办抽奖哟。